安大明星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草屯妮娜苏玉，哟，我是草屯妮娜昌。最喜欢的专辑《妈不阿更》，嘿，《妈不阿更》一直曙光，没错。太简单了吧？清晨的第一道光就叫曙光。对，《妈不阿更》是曙光的台语。对，对。然后我们遇到很多挫折啊，很多瓶颈啊。那我们到现在就是找到一个机会，就是等于找到我们对的角度，然后就发现自己的属于自己的那道曙光。有瓶颈没关系，但是我们要记得去转弯。对，才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角度。潘敏龙，李地明，对，因为我们都住草屯。对，然后以前嘛，以前年轻的时候会比较热血一点，所以会遇到那种别的庄头来的，他们就会问说你都耶，草屯啊，因的。然后我们就说问草屯金啊。目前他最大的概念就是我能够搬走。对，对，因为户籍地都在草屯。对，户籍地都在草屯。好像一定要的啊，先解散啊。因为男生比较喜欢爱面子嘛，就不太会跟对方低头，所以我们就用其他方法，就可能突然我就敲他嘛，脸书就是哎，你那首歌用了没？然后他就回我，转一个弯，转一个弯这样。生活上，对，生活上，生活上，就像他就很喜欢，他就把他的运动打棒球，然后转换成比较情感面的，就是可能大家在追逐梦想的那个过程，对，那一种过程。那如果是我的部分，就是我平常生活，就是我放假我就很喜欢去走庙会。之后拍打斗画面的时候，有那个邻居，因为我们在一个市场里面拍，我们在拍的时候有打斗画面，然后有邻居投诉，因为我们真的在打架，啊，结果警察对，警察来，然后是那个摄影师还。就是倒带，就是给那个警察说，我们确实是在拍 MV 啊。对，好，谢谢你们一路的支持。然后我们终于发新我们的专辑了，好，以后未来多多指教。好，粉丝就跟朋友一样，随着时间，有的人会离开，有的人会留下来。我们在发这张专辑的时候，我们发现留下来的粉丝，你们都还在，感谢你们，所以很感谢你们。专辑最喜欢的一首歌，直接写一首。好呀，好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叮，一样吗？不一样啊！一样一样。而且我发现字还蛮好看的。有啊，因为我都用笔写歌。对对。哦，真的。对，习惯。因为现在有些人都用电脑对脑打，可是我就喜欢用手。哇。有一些人就是我。哦，有一些人用电脑打。对对对。等下，那我就要解散了。完全不一样。没人不说我是怎么解释一下，好吗？没有，就是有可能会这样，有可能会这样。然后不要摸我，超不喜欢人家这样子，就是讲话就讲话，但是你不要摸我，是这样，不要摸我啦。而且龟毛，龟毛，龟毛，对，他自己是龟，他会钻牛角尖。对歌曲唱歌，对对对对，就是他觉得对不起，我也对不起，重唱一次，对。但是我不会写那个，对，我也不会写那个。我们可以一二三，然后用讲的这样。好，好，好，一二三，摸吉，写出你们等一下晚餐想吃的东西。好，可能经纪人你发他们各一个白板，他们也可以写出来我今天想要吃的东西。你不是今天一直讲吗？对，因为我刚刚在那边念。三二一，我原本要写卤肉饭。卤肉饭是平常一定要吃的，但我今天就想要吃两片。我知道你们很希望我们放演唱会，对，可是我们现在目前还在筹备当中，然后到我们的粉丝专页关注一下，好不好？到时候所有剧都在上面发布。YouTube 频道记得订阅哦，打开你的小铃铛。